点解？点解你潜入清宫嘅任务会失败？禀教主，龙儿系俾一个叫做韦小宝嘅狗贼所害嘅。佢呢个人武功好高咩？呢个人武功并非高强，佢用毒好叻，亦都唔系。唔通佢好风流潇洒？你俾佢尽跳所迷系咪咧？当然唔系。呢个人貌丑如猪，卑鄙如狗，系一个油嘴滑舌嘅坏蛋。咁你都会输俾佢？请教主责罚。呢啲就系咩？韦小宝可能系你命中嘅黑星，以后你见到佢就要加倍小心。龙儿遵命。师父算到自己，我今日已经有罪等负，所以会将教主之位传俾你。龙儿，你速入血池，浸过血池水，你就回复真身，接任神龙教主之位。平西王世子即将上京见满清九皇帝，你要贴身保护他才好。是我们神龙教派三代辅助平西王爷吴三桂，现在全位于你，你一定要尽心尽力助他登上皇位。龙，我现在先入前，然后你再入，那你就可以得到我毕生的功力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我哋嘅门派武功独特，如果你失去咗处子之身嘅，咁你嘅功力十分之八就会过咗俾得到你同贞嘅人啦。你要切记，切记啊！你我话我吴家产啊！我大个家姐企喺度，你分明就谋猎上司，罚你10,000两银。哎呀，细佬，多大人冇心噶，你原谅佢啦。我冇心噶。吓、啊，你咁帮住佢，莫非你哋有路？唔系啊，边个系啫？我哋好纯洁，我哋好清白噶，我哋好清白噶咧，好清白噶，真系。哎呀，冇眼睇你两个，我读聊先。靓女。贱人。韦小宝呢个狗贼系咪喺隔篱房？啊，系啊，唔系，究竟系定唔系？韦小宝同你有咩唔妥啊？韦小宝呢个狗贼助纣为虐，天下人人人得如诛之。天开眼咯！我忍辱偷生咗咁多年，诛之等到今日，多谢你哋。你系我全家都系俾佢害死嘅，佢仲逼我一定要我认佢做契弟。呢个狗贼人人得如诛之。你哋快啲去杀咗佢，我烧定炮仗。咪住，带我哋去。呢层梗系啦，等我执翻对名贵眼镜先。两位请。我哋清白嘅。阿伟长，你个冚家产冇做。冚家产，冚家产咯，冚家产就冚家产啦。嗱，呢次我冚家产啦。点到你唔认啊？韦小宝，我而得食你嘅肉。煎你的皮，拆你的骨，帮你搞咩啊？韦小宝，唔好话你死得不明不白，我就系毒臂神尼嘅弟子，姓李明喎。吓，我系韦小宝。喂，救命啊！救命！
中学班定马啊？你梗要啦，咁多仇口。喂，女嚟喎，因为几好下喎，不如秘证明白，秘证明白。放心，即系话我唔知道你哋真系反清义士，但系到咗呢个田地，我冇人份表露我嘅真正身份。其实我就系射雕英雄嘅传人，东方不败嘅师傅。西方失败。吓、啊？西方失败？咦？你咪专门主持正义嗰个西方失败？诶、哎，你冇乱喐啊！你喐亲我就杀咗两女仔。人嚟，俾毒酒佢饮。吓、啊？毒酒？喂，你果樽咪咯。咩话？你喂，唔好饮啊！哈，唔好，佢一饮咗咧就会迷失本性。如果半个时辰内冇女人同佢上床嘅话，就会化为一滩血水而死。饮？唔好啊！唔好饮啊！我唔能够连累你哋嘅。酒我饮咗啦，放咗佢哋先。哈哈。好，我哋走。人渣，你点啊？我毒法，救我。点救啊？一定要有个后生女人同我上床先可以解毒，唔得，如果我哋两个同西方大合理，咁就可以救到你啊！心灵。我不可以这样做，你们扯吧，快点。合时舍身相救，阿柯和阿南永感大德。你死了之后，我们会烧些东西给你的。喂喂喂喂，哇，你有我死这么没义气的。这些下九流骗局骗得哪个？小姐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。吓，你，我们走。做嫁娘啊，年轻人，人来，嚼他，嚼他。两位小姐冇事啊嘛，在下吴英雄，家父系平西王吴三桂。我叫阿柯。师姐，师父话吴三桂系大汉奸，我哋同佢个仔来往，师父会责怪我哋。我有分数，多谢公子相救，后会有期，请。诶，两位小姐，唔好追啦，你已经闯咗祸。头先嗰个就系韦小宝。吓，佢就系韦小宝。哇！里面嗰条友啲武功咁高强嘅，鳌拜够高强咧，一样俾我做瓜，快翻马！卑职参见两位大人。咩事？皇上有旨，急召两位大人入宫。诶，皇上仲未到嘅。相公，你咁急叫我哋嚟做咩啊？今日我喺街俾人恰，谂住阵间见完皇上，同你两个出去复桌。边有咁大胆恰你啊？恰得到我，梗有翻咁上下厉害啦！佢拳头大过沙煲，双眼有若铜铃，条脷牛脷咁长，高我成两个头。喂，靓仔，咪行住！啊，个样就同佢差唔多，你两个行埋啲睇清楚。嗯，乜越睇越似样，直情饼印一样添咧。乜我条脷有牛脷咁长咩？咦呀，真系你个乸型，够胆踩入嚟我地头，喐佢！你两个顶住先，我去斑马。求见皇上。皇上，平身。韦卿家，咩事啊？皇上，
大黑帽嗰条乸型擅闯禁宫，仲企图将贵妃冲凉，我想话阻止都仲俾佢殴打，真有此事。鬼大人身受何职啊？四二六啊，唔系吴多国大学士兼六鼎公，呢位老细有咩指教？你睇清楚我系边个？你话佢就系嗰个乸型嘅同党啊？韦卿家，你唔好乱讲嘢。呢位系平西王吴三桂嘅大公子吴英雄，今次入宫系同朕商议国家大事。小王爷真系气宇轩昂，实在文明不如见面。呢位龙兄系小王旗下第一猛将，系我带佢入宫嘅。猛将兄，猛将兄气宇轩昂，实在文明不如见面。头先你话乜嘢话？我话阁下武艺高强，我对你嘅钦佩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小宝，你无谓多讲，传令赐宴。孟将兄，细佬敬你一杯，刚才些少误会，一夜抹咗佢嚟，请。小王爷，你有孟将兄啲咁嘅高手坐镇，可谓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就算打翻嚟京师都赢硬。你讲咩啊？想谋猎小王作反啊？咁啊，真系好高兴啊！咁啊，真系，皇上，不如搞少少嘢嚟助下兄嘅，搵啲嘢助兄都好嘅。你想搞咩啊？猛将兄咁猛，我愿意出一百两，赌猛将兄喺十招之内打低我几个不成才嘅手下。哼，咁又未必。未必咩？咁我买多一百万两赌你打唔赢啊！好，就赌一百万两。多谢。世子，你千祈唔好丢我噶。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你可以开始。一至三点六七八九，仲有一招。龙儿，唔好丢平西王夫架。死啊你！多谢韦醉爷一百万两，赌债肉偿得唔得？都好。微臣出手过重，请皇上恕罪。龙卿家，拳脚冇眼，无需自责。谢皇上。趁今日大家咁齐全，朕有件喜事要宣布。朕今日决定将建宁公主许配俾吴卿家，招佢为驸马，以后大家就一家人啦。谢皇上。今日最开心都系呢个消息啦。韦卿家。朕就派你为钦差大臣，护送公主到云南。啊，谢主上。你知道朕点解要赐婚吗？皇上一定有原因嘅，小宝唔敢妄自猜测。自从鳌拜正法之后，朕经已得到全国臣民效忠，只有一啲反贼，例如天地会嘅陈近南，同埋明朝公主独臂神尼，一直同朕作对。不过呢啲二打六应该玩唔出咩花样嘅。朕仲有一个心腹大患，一路令朕寝食不安，就是平西王吴三桂。咁皇上仲同佢做埋亲家？朕一直有卧底密报，话佢招兵买马，勾结神农邪教。假太后嘅事就系佢派嚟，分明系想作反。朕安排你做钦差大臣，你明朕嘅意思呢？想借啲嘢做瓜佢？当然唔系，一系唔杀，一杀要斩草除根。朕希望你依家用怀柔政策，安抚吴三桂，拖延佢作反嘅日期。等喺适当嘅时间，朕会调动兵马，将佢哋一网打尽。微臣明白。朕唯一担心嘅就系建宁公主呢个刁蛮女唔肯嫁，你劝下佢。真子。小宝叩见公主，平身。谢你个公主。福儿、六儿，冇你哋事啦。哎呀，哎呀，扭死我咯，扭死我咯！你死嘢，死得你咁易啊！你唔使嚟揾我噶啦。咪嚟咗啦。算你啦。啊，
恭喜公主，贺喜公主，有个天大嘅喜讯。恭喜韦爵爷，贺喜韦爵爷，我都有天大喜讯要话过你知。有，你讲先。皇上已经赐咗婚啦，系会将公主嚟许配俾平西王吴三桂次子吴应熊，仲派咗微臣做钦差大臣陪公主出嫁。唔得嘅，小宝。何解啊？因为我有咗你嘅骨肉，吓得我腾。很震啊！当铃铛叮铃铛，真系吓到我入啊心啊！当铃铛叮，咁而家点先得噶？唉，今次大罪啊，杀头有知。一系你同皇兄讲，将我改为许配俾你，至到我初十五。都唔打你啊！咁着数？系啊。唉，但系皇上金口已开，边有咁容易收得翻呢？我唔理啊！如果唔系话俾皇兄听，你强奸我。哇！你调翻转头嚟讲都有噶。因为咁啊，我照样嫁俾我吴应熊，仲话仔系佢嘅，但系你晚晚都要嚟陪我。吓，咁都得？我哋咪真系变咗奸夫淫妇，要浸猪笼噶？咁你想浸猪笼定斩头啊？咁你即系。稍息，驸马，朕同你喺度休息下。系，皇上。伟大人，我嚟。哇，伟大人，你今日着呢件盔甲真系有型啊！披出对你嘅景有如滔滔江水。偷你老母，热到扑街，仲要戴顶死人帽，头顶中箭咁款，小喇叭，请。系。祝你一路顺风。谢皇上。朕敬你一杯，饮。小宝，好闷啊！系啊，你上嚟扮龟耶？而家送你去嫁，扮龟你真讲笑啫，你啲。你仲周围行，我都为你着想咋，成支避雷针咁，一阵间行雷实劈死你。若果真系行雷啊，我系咪避雷针咁都系第一个劈我噶啦？咁啊，嗱，攞你顶住先啦，怕你。死人头，全部企好，挺直啲，精神啲。韦大人，好威风啊！失礼，有我喺度啊，边个敢谂喐皇帝一条毛啊？九皇妃。
报皇上，报皇上。你叫咩名？我叫温兆伦啊，法律助理九族。谢皇上啊，一系唔想嚟，一系啲咁多人想嚟。小个喇叭，啲鞋都唔着啊！喂，后面唔好顶顶功咧。喂，上边啲友唔好揸住我条嘢好嘛？咪住，大家都系身不由己嘅啫。边个咁串啊？你要狗铲？我系啊，你好嘛？喺咁嘅情形之下，我哋好难分高下。不如我哋用十成功力将人逼出去咧。好，攞你狗命！你担心，卑职马上去救驸马。今日为咗嘢，神龙教众接令，即刻追截一个老尼姑同平西王世子。做咩啊你？你不剑浪响前边，我个头必然系缩向后噶嘛？呢个无赖，信唔信我剑杀咗你啊？嗱，去，师傅，师傅你点啊？估唔到康熙身边有咁耐力深厚嘅高手，莫非青牛气数未尽？使我帮手叫大夫唔使啊？想走？师傅，韦小宝呢个奸贼诡计多端，不如我杀咗佢先。我想帮你哋啫，唔杀得，佢系康熙跟前嘅红人，而家已经系我哋嘅护身符，要杀就杀佢啦！唔好啊，唔好啊，阿柯小姐，嗰日喺黎春院系我救你噶，你唔记得啦咩？阿柯，乜你见过佢咩？嗰日我同师妹去查探，几乎俾韦小宝呢个奸贼呃到，好彩得呢位公子相救啫。点解你从来冇同我讲过嘅？不过你漏咗样嘢冇讲喎。呢位公子就系平西王吴三桂嘅大仔，打伤师太你嗰位高手就系佢个马仔。啊！呢个就系卖国贼吴三桂个仔，同我杀咗佢。啊！唔好啊！唔好杀我！唔好杀我啊！师傅嘅说话你都敢唔听？救我啊！救我啊！我喺呢度啊！老尼姑，你好放人啦、啊！有本事就嚟攞啊！老尼姑一早受咗伤，唔使怕佢，上！能够死在我一阳子手下，都算是你的福气。版本正话斗胆用一阳子来助神尼你一臂之力，希望神尼不要见怪。咩一阳子啊？火枪就火枪啦，你做咩要帮我？
你咁紧张做咩啊？我真系点咗佢嘅岁月，你有咩即管讲啦。请恕晚辈无礼。清明，左脚反复，右脚清明，莫非你系天地会嘅人？冇错，晚辈韦小宝正是天地会嘅青木堂堂主，呢个就系我令牌。家师陈近南派晚辈卧底宫中，今日得见师太真系三生有幸。师傅唔好信佢啊，佢好狡猾噶。令牌系真嘅，陈总陀主好嘛？有心，师傅佢食得瞓得，仲成日睇你老人家话天下武功佢只系排第二，师太你先系排第一，仲系抛离好远嗰只。陈总陀主太夸张啦！我想师太你收埋我做徒弟，唔知晚辈有冇呢个福气咧？韦向主，请起身啦！若然师太你唔应承，我就一路跪到死为止。好啦，多谢师傅。师姐，我知你不嬲对我都存在有多少误解，不过相信你好快脆就会明白。韦向主，我暂时收你为挂名弟子，等到陈陀主同意之后，我先正式教你武功。多谢师姐，啊唔系，多谢师傅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我哋都系快啲离开呢度，前面仲有位师姐喺客栈等紧我哋嘅。好，师傅啊，请问独臂刀王系咪你老豆啊？唔系。哦，咦，有间客栈喎。真系有间客栈喎。是慢慢走，我看到我都好了，是他一个不好的，一定是女扮男装。哇，大人聪明绝世，下属对大人的景仰都如滔滔江水。妖，师傅这边啊。师姐有事找我？烂去嗱，师傅受咗伤，快啲同师傅入房疗伤。阿柯，你喺下边揾间房睇住佢。小宝，你周围巡下，睇下冇人跟踪我哋。不过师傅，呢条友仔咧，我点咗佢聋哑语，佢听唔到我哋讲嘢嘅。哦，你放心啦。哦，师姐，我想同你表白一下啫。其实我本身嘅为人咧，绝对烂开。韦大人，韦大人，你真系男人中嘅男人，呕都呕得咁精彩吓！哎呀，多龙你揾啲咁嘢搞，我哋嚟得快咧，知道方圆十里净系得呢间客栈，所以伏喺度嚟救你。使鬼你救啊！我一早已经困掂个老师姑，之所以跟到嚟呢度，系想得到佢。哎，大人果然口味独特，老师姑有兴趣，卑职佩服佩服。你个头！我想得到佢嘅徒弟柯姑娘，有冇带我啲行装嚟啊？梗系有啦，连大人嘅沟女战衣都带埋你啊！咦，呢条僆仔几醒目啊，有前途。扑街，我只鞋都争住擦。啊，系啊，啊，系啊，实在太靓仔啦！哎呀，哎大人，你嘅英俊不凡，又要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咁涌埋嚟。小人对大人的阴茎，唔好成日对住我阴茎好唔好？啊，对唔住，大人，我预备咗呢个嘢帮得你手。吟不风流枉少年，吟箭骂骂咸爱苦，吟那琵琶小喇叭。大人，呢三只春药当今世上都算最渣啦。睇我啲啊，细佬。除了天下第一淫若其淫合欢散之外，我爱一碌葛实在可以称霸淫贱界，呢只嘢莫讲话唔掂得，闻下都唔掂啊！咁犀利，试下你就知啦。嘿哟，犀利成点啊？顾名思义，呢只嘢毒发嘅时候，中毒者就会对住啲条状或者碌状嘅物体嚟发，不停咁追住嚟索问，无论你点样反抗，甚至乎系落佢或者毒打佢，佢都一样勇往直前，唔会放弃。咁有乜解救？好简单，只要用假药一喷，
乜事都冇。咦，大人，睇嚟今晚柯姑娘呢几日逃出你嘅手指啦。柯小姐，不如你放我走先啦。唔得噶，咁师傅会责怪我噶。系咁，不如我哋一齐走啊。乜你咁放肆噶？我只系讲出我由衷之言啫。其实喺黎春燕嗰日，我一见到你已经对你一见倾心，无奈仲未有机会向你表白啫。咁你系做驸马爷？呢啲只不过系我父王嘅计谋。他日推翻满清，我父王登基大宝，我就是太子，我夫人就是太子妃，话唔定好快会变成皇后添。咁关我咩事？唔通咁你都仲唔明白我心？我心里边除咗你，再冇第二个，只有你先有资格做我皇后。师姐，点啊？呢个狗贼冇咩古怪嘛？有我在这里，他有什么古怪出来？有道理。咦，为什么有两个字写在地下上？啊，哇，还写得这么肉酸，是不是你写的？说是不是？哦，你死了。他师姐静静地告诉我这两个什么字，我不是很识字。是不是有两个字咯，我写给他看的。啊，师姐企咁耐都應該攰咧，我擔張凳你坐下先啦。唔該。師傅你做咩？冇咩嘢啊嘛。我冇嘢，我已經運功將啲內傷逼咗出嚟。唔係，即係你真係冇嘢。唔好講咁多，你出去先啦。我哋幾師徒有啲嘢要講。哦。咪行住。師傅你想點啊？你真的查清楚有没有敌人跟踪我哋？应该冇。咁你出去啦。好。啊！咩事啊？我神你中咗我一粒角啊！我明明扮咗女人嘅，仲想追我啊！你衰成碌葛咁啊！唔衰你追边个得噶？师傅，清水乱晒命，我哋快啲走。师姐，你咁样走，师傅会怪你嘅。你跟我走啊！我一定唔会辜负你。老尼姑，快啲交细子同埋韦小宝出嚟！你唔交出嚟，我都入嚟噶啦！吓，又边犯人马？话知佢边犯啦，出嚟顶住先！又是我？你的眼神咁无良，你想点啊？喂喂，大你不是咁睇我嘛？我义气干民，对你嘅景象有如滔滔江水，你连绵不住，有如黄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死仔仲讲你卖友求荣，冇义气。唔系你伟大，一个死好过两个死啊！最得闲有我同你拜山嘛，老友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要人同你带出嚟啊？你做乜扮女人啊？乸型！大胆，见到神龙教主仲唔下跪？做咗教主都唔使扮女人啫。韦小宝，我讲过一定会翻嚟揾你嘅。
经认得我了，神龙教圣女龙儿。吓，系你？你整容嚟啊？呢个正系我个庐山真面目。哦，你家阵先好样好多，喂喂，系咪好样个意思啊？系啊系。喂，既然大家识得嘅，有露面讲清楚冇事啦。多龙，我哋走啦。喂，先生，你两个识啫，我唔识你嘅。教主走先。哇，你玩到咁准你，冇乜特别啦。喂，嗯，老尼姑同世子呢？啱啦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佢喺上边就系上去揾佢啦。好大碌啊！再嘈就割咗你条脷出嚟！我靠条脷揾食嘅喎，你真系赶住我啫！你再行多一步，我就斩咗你对脚！神尼你又要斩，我你又话要斩，你究竟帮边边噶？我同你系私人恩怨，你喺宫中坏我大事，仲想置我于死地。喂，嗰次系皇帝话要放箭射你，唔系我喎，冤有头债有主，系咪咁讲啊？关我乜嘢事得噶？你过嚟，嚟紧，帮我讲错啦，你究竟想点啊？扶我起身，你做咩啊？扶你啊嘛。好香喎！话你香都唔中意，唔通话你臭好咩？如果你扶我翻神农教，或者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哦，多谢多谢，咁行啦。古我唔知啊，其实你系帮平西王三贵做嘢嘅。平西王爷对我哋恩重如山。喂，你点知佢对你恩重如山？关你咩事啊？我师父讲的。喂，你师父老点你唔得噶？咩叫老点啊？即系呃你。你会唔会老点你老豆啊？会。睇有冇着数。如果有着数咧？点到佢慌啊！迟早滚你上床，滚大埋你个肚。讲咩？行快啲！咁收嘅，喂，老夫系个仔嚟噶。喂喂喂！有请教主，在客栈多谢相救，小王才能够脱离老尼姑的魔掌。世子这样讲法，是不是讽刺本座不够老尼姑打呢？教主太严重了，父王近日起兵在即，
有感神农教近年来帮助本凡招兵买马、训练人才，大大有功，先叫冯老师陪同小王赐御酒俾教主，并封教主为护国圣女。谢平西王爷赐酒。老夫上次有要事在身，未能陪世子上京，劳烦教主辛苦，先敬一杯。好。又古怪。好酒量，素闻神农教、神农素女功，一代传一代，百毒不侵，功力精纯，唔知有冇咁嘅事？区区素女功，何足挂齿呢？我都想知道，神农素女功可唔可以抵挡天下第一奇毒？冇色冇味嘅，岂淫合欢散？冯石范，系咩意思啊？神农教此功之大，万幸无道，一早睇你唔顺眼，下令要将你哋全教铲除，人亡打尽。人嚟，捉住佢哋！你以为咁样就可以对付我啦咩？你回来之前，我们已经攻陷神农教，现在所有的教众都效忠我们，冥顽不灵的已经全部处死。龙儿，我走遍天下才找到这只可以破你神功的奇入合欢神，放在酒里面，现在你是不是全身发热啊？天光之前一定找到男子教合，如果唔系，就会全身喷血而死。老夫或者可以帮你一个忙。教主，我嚟救你，救你！师傅，你武功已经咁高啦，嗰把神功力不如益我。世子，诶，咁啊系啊嘛。好请少爷添啊！嗱，扶埋你啦，你冇嘢啊嘛？我用咗最后一对真气，使咗神龙血遁大法，而家毒气攻心。帮你捽下心口啦。你冇斗我，行开。算数，大支嘢啦你，话咗有着数，老豆都有权点你噶啦。家阵系得我一个冇点你啫，你仲好心着雷劈。你唔好走啊！做咩啊？呢个人虽然讨厌，估唔到讲嘅都系真说话。我神龙教对平西王忠心耿耿，到头来都系遭灭教之祸。个命苦，要死喺呢度。贾宝玉，你过嚟啊！咩啊？又叫我走，又叫我过嚟，你想点啊？话实啦！啊！快啲过嚟啊！都想揾我解毒。唔系咁嚟益我啊嘛！蜘蛛精啊！定会放过你。
瞓过。小宝，而家我已经系你嘅人，以后你想点我都会照做噶。咁唔该你递翻条裤俾我先。嗯。真听话。啊！哇，天光啦！唉。小宝，你过嚟啊。咩啫？以前个个都话我知吴三桂系个英雄，系个好人。我而家才知道，英雄未必是真的。我都系而家才知道，原来你系靓得咁教官。好肚饿，搵啲嘢食先。发生咩事啊？你已经有咗我八成嘅功力，身怀绝世武功啦。我身为绝世武功，本门武功一定要处置之身修炼，一失同精，功力嘅八成就会同时输入南方体内。而家我得翻两成功力啫，咁犀利！我想中你两锤试下力，你介唔介意？讲笑啫，我点舍得？而家你同我好咗之后，呢就系神龙教嘅圣王，有责任为教众报仇雪恨。揾边个报仇？吴三桂同冯石范。这两个不用你说，我都会找他们。喂，大人啊，喂，大人啊，怕什么才行的？还不快点说，不然我杀了你。公主，我得回伟达这个王子兄弟，我们兄弟之情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就喺嗰晚，嗰晚点啊？我一个人打百几人都保佢唔住，佢要你一手揽住佢，左手拉住佢右脚，右手拉住佢左脚，仲拧甩埋个头啊！佢咪即系死咗？系系。我疼。咁好牙兴嘅咧，你唔明，只有我同韦大人先至明。公主，我明唔明唔紧要，只系韦大人嘅手尾，我都好乐意啃嘅。唔使你啃，自然会有人啃。你出去吧啦。系，公主。参见多大人，免礼。谢大人，多大人，卑职等今晚喺官邸设宴，希望公主同大人赏面光临。韦大人惨遭不幸，我都冇心机食啊，设宴啦。卑职遵命。韦大人精忠报国，杀身成仁，我哋都同佢风光大葬。你预备啲金柳衣啊，金盘洗手啊。系，卑职即刻搵啲刘师傅制造。都系唔使麻烦啦，设宴啦。仲有，韦大人生前系最中意美女嘅，万一佢报梦嚟揾我，我都唔知揾咩陪佢，所以揾定十个八个美女陪我瞓啦。多大人真系想得周到，韦大人全系有知，一定会好感动。应该嘅，不过我为人咁正经，你有成十几个美女陪我瞓觉，都好难为我。做咩啊你哋？冇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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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知何年何月，得偿所望，得偿所望，得偿所望。你对得我住啊，多罗。得偿所望，得偿所望，得。哎呀！伟大人，真系天开眼啊！你冇死到啊？哎呀，我得偿所望。识着你咁嘅朋友，我点舍得死啊？系，你都算够义气啊！伟大，伟大，想当我压咗你出去之后，我翻嚟晚晚都瞓唔着，晚晚都垂泪到天明，净系记得两个字，我就刻咗喺手臂度，警惕自己。咁隆重，边两个字啊？你自己睇啦。
报仇？冇错，秘籍读得书少，唔知有冇写错字，应该就冇。呢两个字就我日思夜想为大人做嘅，就系、是、报仇啦。哇！呢要仲叭叭声咁流，唔会系郑华先跳上去嘅咋？唔系，跳就跳咗好耐啊。不过每一次兴奋，佢就流噶啦。而家见到大人啊，当然要兴奋啦，咁佢流咯。你拿住把刀有咩因由啊？边个把刀啊？边个？边个把我手度？哎，我明白，多隆你果然系我嘅好兄弟。不枉我当日同你烧王子啊！大人明白就好啦。唔争在话多个秘密你知。我守得秘密的。其实我是皇上派入天地会的反卧底，目的是接近陈近南。根据情报所得，原来天地会的人遍布全国，就连云南这里都有他的分堂。真的？所以我想多隆你今次代替我出去走一趟。我？你现在嗱嗱声走出街市，然后就大嗌暗号，自然会有人带你入去天地会的分堂。什么暗号？反清复明。咁大嘅不道嘅嘢都讲得？唉，同反贼联络，梗要用反贼嘅暗号噶嘛，我仲要喺你背脊度挑多个特别暗号添。仲有？有嗱，你阵间入到天地会，将会见到一个化妆成为朝廷大官咁嘅人，嗰、那个就系陈近南。你俾个特别暗号佢睇，佢就会交样嘢俾你。咩嚟噶？系秘密。哦，你咪嘈住我唱歌先得噶，公主。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，喂喂喂！分妥，唔系咁明目张胆啊嘛！马骝一只，韦小宝居然到咗昆明，呢个人蛊惑多端，唔可以轻视。父王，韦小宝三番四次羞辱孩儿，如果唔将佢凌迟处死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你都懵嘅，佢而家系阴差大臣，杀咗佢等于系造反。何况我哋嘅兵马粮草要一个月先至齐，点可以为咗个小小嘅私人恩怨就误咗大事？冇错啦，世子，他日兵临城下，我哋将韦小宝斩食肉酱，都只系举手之劳，何必急在一时？你而家假假地都系驸马，得闲去见下公主，氹下佢，而我哋咧。就假意筹备婚礼，等康熙呢个小鬼完全唔提防我哋有反意，明白未？孩儿明白。冯老师，广东有密事嚟，同我倾出兵嘅事，我唔想有咁多嘅耳目，你同我撤走后院大部分嘅侍卫。领命。出位打正招牌都得，都冇生嘅，怪天地会唔够我哋朝廷斗啦。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啊！反清复明，边个喺度发白疯？反清复明，边个咁大胆？你边个？化妆得几次喎，成个朝廷命官咁派嚟做卧底啊！暗号，咩暗号啊？反清复明啊！大胆，人嚟！喂，我自己有嚟噶，我有暗号写咗喺身噶。吓、啊，反清复明，誓杀唔争鬼。而家你知我咩料啊？我知你老母。哎呀，冚家铲有暗号都打。冚家铲，你还拖人嚟，有事啊！吓我你都敢打先啊！人嚟啊！走！哎呀！哇！
开啊！捉住佢！四眉，快！喂！哇哈！快！嘿！嘿！平时唔多打，你当我扭系嘛？即管放马过嚟，同我打！哎呀！喂喂喂！哎呀！哇！攞命咩？正面反击无名啊！同我打，打到佢老母都唔认得。喂！反击无名。喺个王见连公主又阴差鬼灵，会同德元加刀。得知公主驾到，有失远迎。平身。公主都就嚟叫王爷做老爷啦。正所谓，王爷你只眼啊！哦，我啱啱唔小心撞到啫。啊！人嚟，同我传世旨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！救命啊！伟顿，救命啊！伟顿。贵姓啊你？我系多隆啊！我系多隆伟大人。乱讲，多隆边有你咁靓仔？同我拉呢个反贼去食身。好啊，伟大梗要啦呢啲。喂，你唔记得我同你叫鸡咩？你真系多隆？系啊，大人。呢个人冲入我平生王府，仲大声叫咩反清复明咁大逆不道嘅口号，就系反贼。唔系，佢真系多隆。大人，因何事殴打朝廷命官啊？佢系朝廷命官？系，梗系朝廷命官咯。就算系朝廷命官啊，口出叛逆之言，都系杀头大罪啊！但系佢自己都系满人，冇理由反清，咪即系反翻自己？系啊，系。多隆，你系咪俾人冤礼你啊？哎呀，系啊，大人，我俾人冤礼啊，大人。仲话我冤礼你？你睇佢背脊纹咗咩字？睇过。冇咩嘢啊，花咗一笪啫喎。哦，系你冇错，啱啱明明系纹咗。翻清复明，誓杀吴三桂嘅。王爷，你咁真系想冤礼埋我啫？小宝，你点可以对王爷咁冇礼噶？系。不如等我讲句公道话好吗？愿听公主高见。咁即梗系王爷你唔啱啦。多隆系钦差大臣，负责带呢把尚方宝剑沿途保护哀家。如果佢用呢把上斩昏君下斩残臣嘅尚方宝剑嚟对付王爷你，咁就连哀家都冇法子噶啦。系，边个冚家阵仲话打我？系你，哇！你唔好乱嚟啊！系你打人我咁嘅。哇！喂喂喂，多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边个打你你斩嗰个好啦。哦，啊！喂，我嚟啦，小姐，你唔好乱嚟啊！我你咪免死金牌在此，尚方宝剑都唔斩得。阿爹，你唔记得有免死金牌咩？吓，免死金牌，免死金牌啊！系，差啲唔记得师弟御赐嘅免死金牌，斩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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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系唔斩得，有金牌喺手真系唔斩得嘅，不过冇喺手嗰啲咋？哦，父王，出嚟洗下先。哇，仔，哇！你使乜快啲走先啦？唔系咧，你系平西王，佢唔敢斩你噶。唔系你俾过先啦吓。唔得咩？俾我啊！喂喂，俾我啊！唔玩啦！你想我斩边个啊？俾我啊！哦，你哋冇金牌，正话打到过瘾咧。死啊！冇事啦，翻出去。走。哎呀！驸马，你见点啊？好痛啊！好痛啊！咁点算啊？不如我帮你睇下。唔系几好嘅。傻啦！我哋就快系夫妻咯。嚟，我帮你睇下。
你唔好亂嚟啊！嗱，我有免息金牌喺書架嚇，你唔好亂嚟啊！嚇我！多統領，人誰無過咧？唔打都打咗啦，不如就賠翻多少湯藥費算數。好，橫掂打得唔係好傷，就賠翻50,000两咧。咩話？咁當我冇講過啦，繼續。俾咯。金刀玉璽，唔系，我唔知噶。吴公三桂，天命所归，反清夺位，即日登基。金刀为妓，玉璽为朋。王爷，你唔关我事噶，即分明系有人靠俾我咋，我绝对冇谋反之意噶。对唔住啊。好惊啊！阿仔，公主。阿仔，你见点啊？阿仔，点解会咁噶？阿仔，佢想侮辱我，我咪顺手攞起把刀割咗佢咯。世子，你实在太唔识谂。公主迟早都系你嘅人嚟咧，你何必急在一时咧？而家搞成咁，你叫我点交代得嘅？好惊啊！你哋做得好，跟你学阿爷啫。我好惊啊！人嚟，老爷，公主受惊。送公主返妻房嚟休息。好惊啊！韦大人，出咗啲咁嘅事，系三桂家唔不幸，说三桂招呼不周。好惊！今日发生咗咁多唔应该发生嘅事，如果我系你，我都唔知点算好啊！公主，走。好惊啊！我好惊啊！我好惊啊！我好惊啊！老爷，少爷未醒，召冯老师翻嚟，下令三军戒备。查。参见王爷，爷容点啊？世子性命无碍，但系要害受创甚深，恐怕由生而容都成问题。岂有此理！康熙呢个小子，居然派佢嘅妹同埋韦小宝嚟啜我吴家后代。好，我要报仇，你即刻召集人马，挥军北上。王爷息怒，我方粮草未齐，兵源未足。我贸然出兵，恐怕胜算不高，最好暂时忍让，半年之后我叫你出兵就出兵。而家你系王爷，抑或我系王爷啊？卑职不敢。你带齐人马，同我去围攻妻凤楼，将建联呢个贱人同埋韦小宝碎尸万段。落花满天蔽月光，借一杯赴战凤台上。真系诗。公主，请走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有咩事啊？公主，你实在疑心太大啦。我只不过系想介绍位姊妹过你认识啫。龙儿，佢系女人嚟嘅，嗱，你以后大家做埋姊妹就开开心心啦。你啊想啊，想创你嘅心啊，佢咩新鲜萝卜皮啊，想同我争老公，一人一半，好难啊！当然唔可能一人一半，你只系占四分之一啫，相宜。哦，我都估到你有路噶啦。大丈夫三妻四妾系好，而家我数埋得三妻一妾，应已极度冇面。想话你废啊！嗰两只乌当都想同我平起平坐，唔得！绝对冇可能平起平坐啊！佢哋三个系妻就你系妾，佢哋坐时就你要企，我哋瞓时就你负责冚被。起啊！讲个唔好打面噶啦嘛！哎呀，做妾事喐手打老爷，太唔成体统。大双妹、小双妹，你哋要教训下佢。咪住！你哋够胆以下犯上？好啊，打！呢个就系韦家嘅骨肉，打！够胆就打我啦嘛！忙咩啫？韦家骨肉梗系唔打得啦，唔好打佢个肚啊，中佢心口好啦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咩事啊？公主，唔使惊，有我忠肝义胆嘅多隆喺度。佢哋虾我，多隆，我呢一掌叫神龙分尸掌。
中了就会四分五裂而死。你喜欢的就即管站在这里，我数三声，不用理他。一，喂，哇，几时变得咁好轻功啊？咁你做唔做妾侍啊？做妻都唔得啊。好，以后你就叫我做大家姐，佢哋系二家姐、三家姐。我同你起个名叫做大子，希望你同相公生翻个仔啦。大子咁肉酸，鲍鱼啦，啱唔啱啊？鲍鱼都好啲。乜咁早食饭？师傅，叩见总台主。师傅，你嚟咗啊？等我嚟介绍，呢个系神龙教嘅龙儿，而家喺暗头明跟咗我。大小双儿你识嘅咧？呢只鲍鱼，嚟我哋坐低先讲。嚟，我查到冯石凡已经采取行动，呢个人非常之狡猾，而且武功不在我之下，我怕你应付唔嚟。边个冯石凡？我连嗰条毛都未见过。但我已经照你吩咐，将吴三桂平西王府上下搞到鸡犬不宁，相信佢好快脆忍唔住就会作反。的确好快，佢今晚就会嚟到妻凤楼，而且话要将你生擒捉翻去，剥皮处死。哈，佢只不过系危言耸听，弟子唔怕。多隆，同我准备得最快嘅马，我有事先走先。我睇佢哋即刻就会起兵作反，尤其是建庭公主，佢哋一定会捉你作为人质。咁点啊？小宝，俾公主先撤退离开昆明。总台主，请你调配我哋啊！嗯，小宝，你小心啲，你唔顾过他，都顾过世。放心，大世都顾。你行先。小宝，你都系即刻同龙儿走先，呢度等我押后得。师傅，小宝。你好聪明，喺而家呢个咁嘅乱世嘅时候，只要你唔贪图荣华富贵，一定可以推翻满清，恢复系大汉嘅江山。系日子好啊，不过弟子有啲嘢硬系唔明。你讲，自从康熙登位之后，四海升平，尤其是鳌拜死咗之后，更加系国泰民安，人人食得好，着得好。点解系都要推翻佢？因为呢个系毕生嘅志愿。啊不过，为了你毕生的志愿，就要打仗，要人民受苦，会不会有啲？而家唔系争论的时候。陈根啊，你食苦不凡，就连你徒弟都唔信你。冯石凡，退后。好啊。真系真气，但系散乱不堪，你根本控制唔到。原来佢啲功力俾咗你。系啊，崔啊，小宝，龙儿受咗伤，你带佢走先。哦，师傅，你一个人掂唔掂？你都掂，我唔掂。啊，咁啊系，嚟走先。剑阵，龙合罗二大法。
我后悔一念之人，我一剑将你杀死。系咁，只好怪你自己蠢啦。小心，龙儿你顶住啊！你点啊？冇。小宝，我只系受咗轻伤啫，你做乜咁伤心啫？系，感情丰富不嬲都系我嘅缺点。傻啦，呢啲点会系缺点啫？你仲有好多长处噶。傻啦，我长处只得一道。唔该，下次出现可唔可以单声先啊？唔系 fit 咗一声啦咩？你听唔到啊？韦香主佢，龙儿而家系我内人，你有本事连佢都收服埋，好难讲啊！好多嘢你哋师姑唔明噶噃。高人行事，高深莫测。以为你点会捉到佢两个噶？吴三桂个老贼挂住调兵遣将，疏于防范，半途阿柯匿埋喺平西王府入边，所以我将佢哋捉翻嚟。仲有一本四十二章经。四十二章经，收埋先。呢本经对我哋反清大业非常重要，多谢神你。韦香主，咁佢哋咧？点样处置佢两个啊？呢对狗男女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不过咁，如果佢肯大罪立功嘅话，我就即本俾个机会你。多谢韦大人，多谢。啊，你啊，冧佢！大人要咩啊？我哋决定一齐死。喂，你自己决定，我冇话系啊。韦大人，你放我条狗命啦，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。你使乜咁惊佢哋啫？你话过同生共死，永不分离噶嘛？喂，我讲下嘅啫，你唔系咁认真系嘛？你同我讲啲咁嘅说话？我而家已经系太监，你要我嚟做乜嘢啫？你唔好连累我添啊！哎呀，你喊乜鬼嘢啫？好心你啦！拉到我去狗场！哇！你做人嘅嘢，你咁样讲嘢，我做到咁样，你都唔咩嘢我？佢咁样样，你反而咩嘢佢？喂，你系咪咁啊？你啊！小宝啊，到底你讲乜嘢啊？冇嘢，一于跟我翻去，日头服侍夫人，夜晚服侍我。好彩韦香主收容你啫，如果唔系我就杀咗你清理门户，仲唔快啲多谢韦香主？系咯，仲唔多谢韦香主？多谢韦香主不杀之恩，多谢韦香主执埋我手尾。无耻！哎呀，贱家打得好啊，你都系打在你身，痛在我心。又俾你呃咗个女仔啦。揾食啫，喂，俾下面啦，夫人大量，小人感激。微臣韦小宝叩见皇上。平身，小宝你快啲过嚟。谢皇上。微臣好挂念皇上，皇上最近身子好吗？好，有心。系咪有小禀报？系。平西王吴三桂密谋造反，大胆犯上，我谂皇上要立刻下旨降罪，趁佢羽翼未成之前，掠低佢。朕经已喺早两日派兵征伐咗佢。啊！皇上英明，未卜先知，小宝拜服。你一定好奇怪，点解朕会未卜先知？系啊系啊。等朕介绍另一位新同僚俾你认识，你哋以后可以忠诚合作，一齐辅助朕。边位啊？你家吴家祥。小宝，不得无礼。皇上，韦爵爷豪情万丈，系性情中人。用啲市井粗言，好平常啫。韦爵爷既然已经一殿为官，
以前有咩得罪，请你多多包涵。你将我师父点啊？你睇到我仪品顶大，仲唔明？你将佢交俾皇上。冯石凡既将吴三桂嘅兵马粮草图交咗俾朕，而且生擒天地会反贼头子陈近南，功劳甚大。你哋以后两个要多多亲近。系啊系啊，要噶要噶。小宝，以前假太后诬蔑你系天地会反贼，朕嘅心一直都好唔舒服。为咗洗脱你嘅嫌疑，朕决定派你喺五门监斩陈近南。咁天下人就唔会认为你同陈近南有咩关系。你嘅意思点？小宝深感圣恩，谢皇上。相公嘅宫里面翻出嚟，就心事重重，发晒癫咁，唔知咩事啦？嗬，你唔知道我梗系唔知啦。喂，相公咁锡你，你知唔知啊？佢都冇同我讲，我点知啫？由细到大都系我帮我细佬冲凉，佢身上有几多条毛我都知啊，所以佢有咩事都飞唔过我双眼嘅。咩事啊？我唔知道。唉，本来我韦小宝做咩都如有神助，但今次就冇晒信心。以前有皇帝照住，梗系如有神助啦。而家皇帝唔信你，改为照住冯石范，你又点会有信心呢？四十二章经，呢几本嘢揭到烂晒都揾唔到有咩秘密。嘿，同我烧咗佢。相公，点解你要咁做啊？犯咋啦？公主驾到。参见公主。参见公主。平身，呢度冇你哋嘅事啦，翻去。遵命。大家姐、二家姐、三家姐、四家姐、大姑奶、鲍鱼参见。怪啦，相公有礼。有咩紧要事冇啊，鲍鱼？梗系有啦，兴王下咗旨，叫八旗军统领监视住你，一有咩异动，即刻包围呢度。相公你小心啊！一定有个冯石凡。烧咩烧咁耐啊？好似有几个字喎、啊。东，你读。东方不败。吓、啊，嚟咗。系东家王陵啊。呢几个字真系好似冒火烧噶喎。难道秘密就喺东家王陵？我谂到一个计划。微臣冯石凡叩见皇上。未知皇上咁夜宣召微臣入宫，有何差遣？朕今日有啲咳嗽，但系朕听日又想去东郊狩猎，未知冯将军有意思同行吗？微臣自当随行，保护皇上。好，人嚟，赠冯将军黄马褂、尚方宝剑。谢皇上。宝剑赠烈士，冯将军你要记住，尚方宝剑。不可以轻易出鞘，一出鞘就要见血。微臣知道。好啦，咁我哋听日喺东郊见面。微臣告退。徒弟冇用，女你受苦，唔关你事，我睇轻敌啫。师父请放心，在你赴刑场之前，我一定亲手杀冯石凡为你报仇。你的武功不是冯石凡的对手。我现在已经有龙爷的八成功力。凤姐，你根本控制不了龙爷阴阳内功，而且冯石凡还有六合童子同他配合，简直是天下无敌。我都要保保。小宝，有事那你埋一埋嚟。师父，你做咩？
都冇过。皇帝犯，皇帝点你嘅啫？韦小宝，有种就出嚟，大丈夫唔好从头露尾。一早嚟咗啦。韦小宝，你得埋啲女人功力，而家连自己都变到不男不女。系啦，咁你中唔中意啫？我家仲绣紧条底裤过你着添噃。哎呀，你睇佢几刻薄啲细路仔，衫都唔多件褛啊！过嚟过嚟，哥哥俾衫你哋着。哎好合办法，金蛇前尸手，有尚方宝剑，唔为你后悔都来唔切。老夫要揾皇上，唔单陪你玩。皇上咪喺度咯。皇上，朕听日想去东郊狩猎，唔知冯卿家有冇兴趣相伴呢？寻喺御书房嗰系你，咪我咯。韦小宝。我哋河水不犯井水，你苦苦相逼，咪关我辣手！你呢个食碗面反碗底嘅狗贼，你害我师父，我今日就要收拾你！六合神功！我玩下呼啦圈先，你企埋喺二边唞唞。咩你？小宝，我将所有希望都放喺你身上，你已经尽得我真传。由而家开始，你就是天理会嘅总堂主。你都唔嘢少噶嘛，冇翻咁上一揸啦，攞你命！韦小宝，你用尽心思，用到公主嚟陷害老夫，恐怕都系枉费心机，以运大发。揸不如有手，揸！吓！剑家花骨绵掌，搞掂，收工。
来全不费功夫，当年满清入关所收藏的黄金都已经变成金沙，仲发放假消息把宝藏埋在关外，原来根本就是京城。呢度地下皇陵啊，皇陵，东郊皇陵四十二章经入边嘅秘密就喺呢度。呢块龙壁系高人设计，系代表我哋大清嘅风水壁。打乜鬼嘢啊？不如我哋分咗佢咪算咯。我哋打生打死都系为呢啲啫。而家我哋求其哪吒都够食过世，仲打睬嗰啲傻啊！啱，你讲得啱。好唔好啊？好。哇，早知你系咁样。方法刺激自己，封晒奇经八脉，将全身嘅潜能逼晒出嚟，得嘅咩？呢一招非同小可，你要用全身嘅力接佢呢掌。宝真的害人不浅，都不知道多人为他而死。以免俾他再危害人间，我决定将啲金沙全部攞晒翻屋企收埋。小宝，快啲将龙壁打碎啦！龙壁一碎，大清就会灭亡噶啦。点解系都要反清啫？而家康熙做皇帝，人人有钱揾，人人有书读，冇乜唔好。话知佢边个做皇帝，只为好皇帝咪得，系咪咁讲啊？龙，或者你都讲得啱嘅。咁而家嗱嗱声带冯石凡先翻刑场，如果唔系赶唔切。
解咁耐嘅？嚟咗啦！师傅，见到你冇事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一直都知道，冇收错你呢个徒弟。相公，时候唔早，我哋快啲走啦。如果皇帝发现那个总舵主是假的，那就麻烦了。收翻麻花刀，唔好轻举妄动。等我传话，韦小宝叩见皇上。大胆，韦小宝，你公然杀我大臣，盗劫阴反，你该当何罪？波龙，嘿，韦大人，你估啱啦，又系我出卖你啊！你真系一啲都冇变。是啊是啊是啊，皇上，实不相瞒，小宝今日已经身负盖世神功，就凭你呢度嘅人，恐怕都阻唔到小宝做任何事。任何事？系，包括攞你嘅人头在内。吓，我谂极都谂唔到有咩理由杀一个天下人都爱戴嘅好皇帝。就请皇上你宽宏大量，放过喺小宝全家，俾条生路我哋行下啦，好嘛？平身，谢皇上。皇上仲玩呢家嘢？韦小宝武功盖世，朕一早已经收到封。朕今次想证实一下，经过朕一揸之下，果然惊变无比。叛国贼韦小宝，竟已被朕亲手揸死，尸首弃尸荒野，党羽逃去无踪。世上唔会再有韦小宝呢个人。你好地咁对建烈公主，谢主隆扎，唔好俾其他人吓佢。系，朕同你永远都系好朋友。同意，珍重，再见，再见。啊，咁都俾我抛窒佢喎！各位老婆，我哋撇。何必问？快怕我人缘去嬉戏，是人是我不管咁多，开心去演出戏。要快活是我开心找快活去，要快乐是你开心玩下乐趣。我哋做人最不羁，一切像游戏，笑住做人最不羁，一切像嬉戏。星队之间发癫发梦。